有网友在网上晒出鹿晗打碟的照片，照片里鹿晗戴着耳机在机器面前做出打碟的动作，看上去十分专业，但却被细心的网友指出碟机没有插电，引发不少吐槽。6月11号，鹿晗在网上发文承认自己不会打碟，确实不会打碟，想学求教，谦虚回应了自己不会打碟，也可以说是相当吸粉啦。芒果捞新闻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很棒吗？报道。